嘿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星 Clicky， 欢迎来到我的 Studio。这集 episode 刚开始的时候，右上角写了 diamond 哎，是代表说我今天会找到钻石吗？我们将玩点 Minecraft， 然后我们要将玩的是 Underground 2 Winter is Coming。在这一集 episode， 我想要做一个我跟 Bob 村庄之间的连结。很多 Bob 告诉我说，就是有一些小 people 可以到就是 Bob 的村庄，不过我实在听不懂你们在讲些什么东西，也不要打在下面，因为我不会看，而且会把它删掉。我初步想的想法是，我要用我在 Bob 村庄找到的地图，然后看之间的高度还有什么之类的差别，所以总而言之很复杂，我也不太清楚我到底在讲些什么，所以我需要很多的十字稿，完全没有道理啊。我想一下，大概会像是这样子，之后我先做一把十字稿好了，对，大概会是这样，然后我需要很多的背包空间，说到这个 Bob 就生气。我看一下，什么东西可以放进去呢？我听到库鲁弓箭手的声音，哎，哪来的啊？先把这个收起来，真的有库鲁弓箭手的声音，哎。会在上面吗？不会吧，这样 Bob 有危险。会啊，我突然想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应该不是在这里。我突然想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，为什么只有 Zombie 会咬 Bob， 但是骷髅弓箭手啊，还有一些 Creeper， 还有一些生物都不会咬 Bob 呢？很奇怪哦，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。在我家的这个位置，它的高度是一格，所以以推测来说的话，我们要下去的话要数格数，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家里的高度差，负一、负二、负三、负四、负五、负六、负七、负八、负九、负十、负十一。好，现在是负十一格，所以我们继续往这个地方前进，就是往 Bob 家走哦。负十一格，然后负十、负十一、负十二、负十三、负十四、负十五、负十六、负十七、负十八，应该是这样。然后负十七、负十六、负十六吗？负十六。然后负十七、负十八，负十九、负二十、负二十一，这边是负二十一格，所以二十啊，糟了，二十、十九、十八、十七、十六、十五、十四、十三、十二、十一、十九，八、七、六 ，OK， 这里是第六格，所以应该是负六格，所以我只要再往上走六格高之后，就可以走到我家的平台，所以六格高，我们过来的方向是六格高，应该要往哪里走？负五、负四、负三、负二、负一，六格高是在这里，所以这里是六格高。好，做个记录，六格高是在这里。当然，这样我们就好多 bubble， 这样我们就有六格高的位置了。之后我们要找到之前的地图，我记得我把地图收在这里，是不是？是收在这里？不对，我好久没有来 Bob 的村庄了。是好几集 episode 之前这个幸福的地方，哈，让我看一下，应该是那栋房子，出不来的 Bob， 应该是这栋房子，哦，果然没有错，关起来，打开，然后应该是这一个，这个是地图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位置是在，我们的位置是在这个方向，所以是在左上角这个方向。好，大概是在地图的中间偏上，在偏左。好，记住这个方向，用小画家 print 起来，之后我们可以慢慢的走回去。嘿，我们可以一边拿着地图一边走，不要这样好恐怖哦。我一直听到这么有岩浆声，但是我找不到。我看一下哦。我们再往正中间走，是不是？会不会是地图的正中间，就是是指我们家的位置啊？我觉得是这样子，不对，哦，这个位置移动的有点快呢。应该是这条路。
所以是往这个地方走。虽然这地图全是黑的，但是它还是具有一点点的方位性。是这条路呢？啊，完全要离开地图外了。所以我们只要想办法朝地图哦，朝地图外的方向前进就可以了。嘿，所以是 Bob 的村庄朝右边走，然后稍微有点下面的位置哦，所以应该是这样子。好，大概知道两个地图的点大概在哪里了。所以现在我只要走哪里？走这条。现在我只要就是朝着那个方位一直挖，然后应该水平高度是一样的，所以如果方位没有错的话，我们应该是可以挖到一条就是通往家里的路。就是我的比较笨拙的判断方法，应该有比较更直接的方法可以做，但是傻人有傻福，这是我的方式，这是我想了一天才想出来的方式，所以拜托不要说这个方式很烂，虽然它可能真的蛮烂的。嘿，这样子之后我们找到六个高的位置是在这里，好多 bubble， 结果一下哦，是在这里是不是？还是在，嘿，哦，是在这里，这里是六格高，然后这个方向是不对的，我们要朝这个方向前进，应该是这个方向，所以是这里。哦，有人打电话给我呢，我先接个电话。噔噔，我又回来了，刚刚巧克力打电话给我，他说我的巧克力有没有在他那边。不对，是他的巧克力有没有在我这里？六格高差不多是这个位置，所以平移过去会是啊，不要看我，会是在那个位置，所以我们要到那里去。会啊，所以应该是哦，这只牛好疯狂哦，有蛋呢，差不多会是在上面那个位置吧，我在猜。六格高应该是这里，对，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地图的位置。会是要朝这个方向走，其实我觉得这里蛮不错的。嘿，哈，我看一下哦，我记得家的方向是在这里，或是这里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要再往下面走一点。嘿，所以应该是在这个屋子的上面吗？会是在哦，这边可以踏上去，我看一下啊，感觉是在这里呢。所以我们现在找到六格高，应该是要再上去一点，会是这样子。看一下，好，差不多是这个方位了，就决定挖下去了。不是这里的话，实在是有点糟糕呢。就决定是这里了，冲啊！啊，我身上的火把好像有点不太够多，对不对？四根火把有点危险呢。我决定我要先做一点火把出来，不然好像有点糟糕。四根火把。把这边的火把打掉又不太好。偷一点走好了。应该是不会生怪吧，这里。毕竟很多 bug 在这呢。如果生怪的话有点危险。我们先用沙子把这边堵住好了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意外的事情。这样好暗哦。好，就决定是这里了。地图放在这里。这样。应该是往这里走吧。我应该用 PS 把它对在一起。嘿，然后现在该是 Speed Mode Activate 的时候了，是不是？ Come on， Speed Mode Activate。 呼，真不到一下就挖到一个洞窟了，小心一下，这里是感觉很暗呢。话说水的地方不知道会不会生出 zombie， 是这样子吗？好，稍微点亮了一下这里，然后我们做一条路过来，嘿，然后填起来，再填过来，嘿咻，所以是往这个地方走，然后把这个地方给挖开，嘿，这个挖开。然后继续往里面挖，现在两根火把，我们现在到哪里了？看一下地图，哦，感觉有在前进的，所以代表我们到得了吗？点个灯，我好怕那个洞窟会生出什么奇妙的东西哦。剩下一根火把了呢，
似乎还有一点距离，努力挖，嘿，希望不要再挖到洞窟了，这样我会很挫折，因为代表我要想办法把它填起来，然后似乎又变暗了呢。不管了，奋力挖。看一下地图，啊，真的太暗了，必须点灯。啊，好了，我没有火把了，现在感觉位置再往前面一点就到了呢。拜托，千万不要有高度差，是铁呢，把它挖起来。我上集 episode 不对，好几集 episode 之前是不是就讲成银了？那时候才说不要讲成铁，结果啊，不要讲成银，然后我又讲成银，我又讲成银，好绕口。继续往前挖，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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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糟了，没有火把真的是很恐怖哎。有点恐惧的感觉，好暗哦。哦，看一下，照理来说应该是要在前面。好恐怖。有沙子呢，先把沙子清光，然后继续往前挖。我很怕后面突然听到一声。哦，我相信 Bob 现在什么东西都看不到，因为我也什么东西都。啊，这里是哪里？哦，这里是，哦，我想起来了，这里是我的书屋的地底下是吗？哎，所以代表快到了，对不对？书屋的地底下，这个是在 10.5 集，也就是我一直没有丢在 YouTube 上面的某一集。然后这是我在整理书，我不是说下面有找到一个大洞啊，下面有找到一个大洞窟，也许是那个地方，所以代表我们快到了吗？我听到鸡妹的声音 ，Go Go Go！ 噔噔，找到了，好，填起来，大成功！哎，所以就是这条路一直走过去，就到那个，就到 Bob 的村庄哎，噔噔！之后我想在这边做一个客栈，这样子 Bobo 就可以在这边往返两地了，听起来好酷哦！这次 episode 成就达成了。噔噔，OK， 我觉得这一集 episode 差不多能到这。如果你喜欢片的话，就点左下角喜欢，在左上角订阅，随时订阅片频道，随时跟踪片动态。在下一集 episode 开始之前，我想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客栈。那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集 episode 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拜拜。嘿，我收回你斯文那句话。虽然你有一个美妙的胡子。